点忘了，没关系。对，这是第三次，很开心可以有这些乐手陪伴我一起，给他们一个掌声。2012年呢，我没有发新作品，但是其实在一些原声带里面呢，都有出现我的踪迹，这样声音的踪迹，像刚刚第一首歌叫《微笑的倒影》，考试谁知道它是哪一首歌啊？不是，哎呦，都不读书啊？指尖前方是，哦，有人都有看哦。对，第二首歌很少唱，然后它是徐佳莹写的，很棒的一首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有喜欢吗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有。好的，好的，很重要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帅破了，帅破了。你要讲完呢、啊？他说帅破了。What？ 今天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会办这一场？不知道。音乐会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要发。对对对，你们都有买吗？有。好，那你们知道等一下结束的时候？有。结果大家都走了。OK， 好，很好。对，为什么我讲到这张单曲呢？因为其实接下来这首歌呢很重要，就是这张单曲的名字，它的名字叫做《千年》。你们都会唱吗？会。今天很可惜啊，这首歌是我和我的大师姐范范姐一起唱的，然后她因为很忙，但是她特别有告诉我今天要加油，这样我希望我不会让她失望。然后呢，我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做我的范范姐，虽然你们都不够高也不够漂亮啊，很漂亮很漂亮。那等一下范范的部分就考你们咯，可以吗？唱歌我怎么会讲出这种话？好啦好啦，唱错歌词也没关系啊，读好书比较重要。我怎么会讲出这种话？好啦，下一首歌叫《千年送给你》。